主席、各位同仁、本院委员黄志雄等17人，针对三鹰交流道位于三峡往返莺歌地区之主要干道，造成往返三鹰地区之通过性车流，与上下三鹰交流道之车流相互混杂，不仅造成复兴路道路容易这个大量的这个极大的负担之外，也使复兴路沿线主要入口服务水准现况皆不理想。原此建请交通部能够评估利用现有中山路107巷之现行与地形优势，新增北上出口匝道，以有效分散三鹰交流道之交通量，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